一个人不能脑子里有恶念，不能经常执着。如果长时间的执着，你就会变成没有头脑的动物。台长告诉你们，你们知道毒蛇是由什么样的人变的吗？有的毒蛇是人投胎变的，是一个这个人在人间很恶毒，而且远离人心，这个人死后会变一条毒蛇，就是别人都不理他，他饿得不得了。还有老虎是怎么变的吗？一个非常暴怒的人狂跳狂叫，因为他的业力太猛太重，他死后会变成一只老虎啊。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人又痛又跳又叫，这个是个老虎一样的人，恨不得吵架把别人吃了。同样如果是一个女士的话，这样那就是一只吃老虎。